三步呢，我们要把经典雪饼捣碎，然后放到碗里面。好，哇，可以卷呢，超可爱的，一切开那甜味就整个爆棚了，或者是星空礼盒，大家好吃哦，酥酥弹弹的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中秋节要到了呢，但最近呢，出门是不是都因疫情的关系变得格外小心呢？大家是不是会开始担心呢？这一年一度跟家人好朋友连结的日子会因为疫情被打坏了，等到呢疫情过后就变成没有朋友的边缘人。但是呢，精明的小编我替大家想到了一个妙招，噔噔，这两个教大家呢如何在疫情期间可以做好防疫，又可以跟朋友维持好感情哦，快跟我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中秋吧。好久不见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超久没见的，真的超久。你们是不是都饿着肚子呀？对，有收到你的。你们有没有收到我送的神秘小礼物嘞？我也有收到哎，我收到你送的原主雪饼皮货卷，我刚马上手刀领，真的是很有效率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最爱搞怪的我呢，怎么可能只让你们乖乖的吃正常的雪饼？今天呢，一定要来一点变化了呀！哇，烫到！你给一个任务卡，是要叫我们做饭吗？要来叫你们做料理。我们不会做料理，会不会很难呢、啊？我今天呢，就是要当两位的导师，在远处呢遥控着你们。他两位各做一道创意的雪饼料理，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成品是什么，你们呢就是好好的相信我，跟着做就没错哩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哇，刚刚任务卡上面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冰块啊，还有什么盐巴？盐巴干嘛？盐巴只是因为等一下来做咸的料理。哎呦，咸的！好了，我骗你。第一步就是我们先将冰块还有盐全部倒到托盘中，搅拌均匀。我们要让它的那个更冷一点。第二步，将鲜奶油还有牛奶用3:1的比例把它调出来。调好了，等我一下，我先吃一下一个雪。这自己偷吃啦！啊，我们的嘞，今天我们是星空礼盒，你们等一下就有了。太快了吧！好吃哦！我要罢工。酥酥弹弹的耶。第三步呢，我们要把经典雪饼捣碎，然后放到碗里面。哇哇，对，就是你的那个雪饼呢，把它给捣碎哦。它有草莓、起司、玫瑰盐，还有提拉米苏跟巧克力脆片，很多口味。巧克力脆片，要记得不用捣得太碎，可以留一点它原本那个颗粒感。你太糗了吧？你那什么口味啊？我的是芒果。芒果，我很糗，我还泡了一杯茶。哇哇。然后再看着你们辛苦的做料理。那接着呢，将碎雪饼倒进去。哇！对，把它整个铺平这样子。嗯，它很酥哎。还有这个芒果的果粒也蛮不错。哇，好想吃哦！太爽了。有一点凝固之后，你就可以慢慢把它炒，然后把它装进杯子里面。它真的凝固起来，不会掉。看起来很好玩的感觉，可以卷呢，超爽的，弄得蛮好的，很好吃的感觉啊，炒冰，它有那种脆脆脆的声音，那个配一杯红茶，感觉是超棒的下午茶，对啊，超好吃的，它里面有那个它原本那个雪饼的饼干，然后在它里面很脆，然后提拉米苏很香，没有很甜，蛮好吃的。原本就单吃很好吃的，但是换这种炒冰的方式也很有趣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样子的话，中秋节不止赏月啊，还有戴柚子帽，你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玩这种炒冰的游戏，超厉害的！栗子这个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？但是呢，你的也不会输给叶子哦。第一个呢，请你把家中多余的水果切小块，帮我呢把巧克力隔水加热。你可能要先把水给煮沸。OK， 没错。你在等那个液化的同时，你就先来切把梦之月礼盒里面的香草口味还有巧克力口味，哇，切成四等份。这个超好吃的。你现在那边应该已经开始散发浓浓巧克力香味。真的，看它里面内馅超 Q 的。哇，好可爱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要赶快切一半蛋糕。好。
帮我用竹签把那个雪饼还有水果把它给串在一起。好，你们烤肉是也可以有一组负责做这个啊，就很赞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有玩动版的烤肉，咸的在吃甜的。对啊，有咸有甜，超可爱的。Cute、一切开那甜味就整个爆棚，用那个巧克力把它淋上去，把它整个包覆住，撒上那个彩色巧克力在上面当点缀，这感觉小朋友超爱。泡到那个冷水跟冰水里面，让它可以定型。哎，真的，一放进去立马就凝固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你做的很好耶，超成功，意外哦，超成什么什么很意外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其实非常好吃，可是它配巧克力就有点太甜。可是单吃，单吃就非常非常好吃，很刚好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是男朋友做的话。就很赞，哎，可是这样超浪漫。你看中秋节闷在家没办法烤肉，瞬间变成浪漫满屋，超赞。对，所以你是宋慧乔，是不是？哇！而且你看，就大家不能出门，就在家做这个，超幸福的。耶！恭喜两位，完成任务了，你们都超成功的。我送给你们的提货券呢，现在呢两张是88折哦，刚好送给你们一人一张，难怪很划算呢。而且提货券的好处真的非常多，它可以避免呢运送中出现的损坏风险，而且呢还可以做好防疫，可以说是一举数得呢。太赞了吧！那它还有什么口味啊？像叶子的内盒呢，就是经典雪饼礼盒；小猪肉的呢是梦之月礼盒。那我刚刚呢在操控你们的时候，一直在吃的是星空礼盒，每种都非常好吃哦。对，你们赶快去买来吃。好，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哟！中秋节快乐！那我去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